这咋拍？哎呦我操！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嗷嗷的这火！等会儿不开。这生市政府不是录像？没有，我告诉我，到时候我给你发去。哎妈，这不市政府吗？前边旁边的施工地吗？对，哇哇的。他施工的时候干着了。应该是楼里边那着了吧？完了，你那头都黑天了，你瞅瞅，那半截全废了。那你还是这个单子签掉吧。没事，单子签掉吧。要了，碗都打破了，妈的！哎呀，快进五层！过了过了，他妈的，都站这边。请你们老铁们大家看下去，我这手了好大损失，先你们帮我看下去嘛，我咋撑住去嘛，我的天菩萨，你们看啊，你们老铁也帮我看，我咋撑住去，你们帮我看下去，你们大家看看，你们给我想想这办法去，你们往那心痛不心痛去，你们个人自家看啊，我的天。老天，老天，你怎么下车了吗？
日变慢了。昨天还是十几、二十几、三十几、四十几、五十几的狂跳，都是十位数，今天是个位数啊。远程控制啊，哎。大家好，今天刷到很多视频啊，就是说重庆的这个燃气表已经调慢了，而且工作人员没有上门，远程调控，这就叫智能表，不用上门，远程调控，可快可慢，遥遥领先，垄断行业，快与慢就看人家的心。啊，现在我是开的冷水，重庆燃气，解释一下为啥子河变得这么红呢、不是蓝色的吗？气表事件，从事煤气行业二十多年的我，明确告诉大家，要是调查方向只放在更换的燃气表上，那肯定查不出来问题，搞不好会说是以前的表老化了，走得慢，没让你们补上，都算是礼轻人意重了。那么大的能源公司，又不是景区摊贩，怎么会全部使用六两秤给你落下把柄？他们敢公开让市民把燃气表拆下来送到任何检测机构，第一是没有人会为了一朵彼岸花而专门跑一趟黄泉路，普通人谁敢私自拆装燃气计量表？第二是他们有绝对的自信，燃气表经得起考验，病灶藏在脑袋里，不怕你给脚底板上贴膏药。既然表没有问题，为什么更换之后市民家里的燃气费用突然暴增？成都一著名编剧甚至遭遇了人在海南游表在四川走的神奇经历，家里没人做饭，燃气表竟然消费了500多方。说到这儿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什么叫二甲醚吗？这是一种可再生能源，掺在液化气里属于重罪，因为自身的含氧性会腐蚀钢瓶阀门的橡胶密封圈，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。第二个叫甲醇，同样是价格低廉的清洁燃料，特点跟我身上的行政夹克差不多，防风防雨它不防腐，和二甲醚一样，燃烧之后的火苗是黄红色，通风不好的环境会呛鼻子辣眼睛。这两样东西要是加在压缩天然气里，体积变大，热值变小，成本会断崖式的下跌。最关键的是这两个腐蚀小能手会破坏节制阀的密封性，哪怕你家没有开火，但只要是同一条分支管上的任何邻居在用，你的燃气表就会跟着转动。如果你把自来水龙头控制到滴水模式，你家的水表不动，但是总表的消耗会有变化。天然气恰恰相反，橡胶圈密封不严，会导致表走气不走。掺了甲醇二甲醚的天然气比重明显加大，新型智能表的流速感应器就变成了智障，遇到纯正天然气马上恢复健康。为啥成本几块钱的波纹管用户要自费购买，而动辄几百元的智能计量表燃气公司却屁颠屁颠的给你免费更换？因为老式计量表它太老实，要不然怎么才能做到销量只增长了 0.69%， 而利润却增长了 824% 的商业奇迹？换表的另一个原因是心虚，甲醇和二甲醚的腐蚀性太过强大，出于谋财不害命的江湖道义，让他们保留了一丝良知。不信你看看老小区的管道，哪一个不是锈迹斑斑？天然气是气体，而甲醇却是液体，出租车的发动机喷油嘴都扛不住，还别说是无缝钢管了。我劝你们啊，不要光盯着自家多叫的仨瓜俩枣，管道安全才是当务之急。不，4月19日，网上一度热传西安地铁10号线试车事故照片，显示车头撞烂，车厢变形，中共当局迅速封杀消息。网友发现10号线信号系统的制造商包括比亚迪。当天传出的照片显示，一列地铁列车的车头撞烂，已经报废，还有一节车厢前段也被撞碎变形。由此可见碰撞力度之大。有网友爆料，
这是西安地铁十号线试车时连调连试出问题导致猛烈撞车，还有人说是全自动驾驶。有网友感叹幸亏是试车，如果通车再可了。也有网友嘲讽这是中共国事遥遥领先。根据中共官方介绍，西安地铁十号线2020年7月开工，设计线路南起未央区井上村站，北至高陵区昭惠广场站，全长 34.4 公里。列车采用四节六节编组 B 型车，设计最高速度100公里每小时。官方计划2024年底完成全线通车。根据公开报道，今年2月十号线首列电车在高陵段入轨试车。尽管当局吹嘘十号线是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线路，技术如何先进，必将为当地居民带来便利和舒适云云，但有西安当地民众在网上泼冷水，预计没几个人坐。4月19日地铁十号线撞车消息传出后，很快引发舆论关注。当天中共当局迅速启动舆情应对机制封杀消息，相关照片和讨论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几乎被删除殆尽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